गुरुदेव जो भंडार था कहते महाप्रभु ने
但是呢，就是那种爱的那种快乐，他把那快乐的那钥匙。快乐痛爱的钥匙也是宝箱的钥匙，那就是说马婆布他那种爱，他把那钥匙给了卢巴格萨米。那么那个海洋呢，是属于无边的，也是无底的。马婆布跟卢巴格萨米说，他说呢，我只是呢把那个海洋里边的一滴呢给你去品味，就好像我们呢在吃那个拉斯库的甜奶球一样的，汁啊还有整个球啊都是甜的。如果是一个人在吃那个甜奶球的话，他要有一滴要滴下来。那么呢就有100只蚂蚁都会拿过来吃那个甜吃酱。同样呢就是说那个就是甘露之盐啊，那么大，但只要有一滴啊，这样啊，就是来自切达那玛波莲花嘴给了卢帕格斯瓦米，然后卢帕格斯瓦米把它写成书了出来的，变成了这么多的微笑啊，都在那品味这些甘露。卢帕格斯瓦米他写这书，他把他这书编出来，叫教导甘露。那么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书，从呢开始实践到完美，就从那就是实践到西达，沙达到西达的那种实践到完美。所有整个呢就是风爱的那种啊海洋，都是就是。那所有真理都在那里，不怕的上帝的教导甘露。很多的其他的教啊传系，他们想呢得到那个风爱啊，他们想很快的得到风爱。但是如果说他们没有读这五八的三密的这本教的甘露的话，他们阿巴西丹的，他们来把那些东西呢，巴巴基啊，都把那风爱啊，就是说看得太轻了。他们只要你去找他们，马上就会给你了。你是什么拉斯库拉曼加里啊，其他曼加卡丘里曼加里等等。全部都变成了女仆了，那其实这些名字都会得到，但实际他们没有资格，这些都是实验的，他们自己在推测的。所以呢那些人呢他们自己也解了大手之后都不知道怎么擦屁股的人，他们借拿这个把那曼加里的情感呢赐给其他人。所以曼加里的情感呢是一个人必须一步一步这样去跟随这些教导，跟随五派的三密的教导。然后呢注意那些沙哈贾他们呢就是一读这个五派的三密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这个像雷电这样的，因为他们呢都因为一个人要是有11种那种情感的话呢，他们就会有很多超然的情感。当然如果说一个人没有那帕乌拉提的时候呢，他们没办法呢会知道那些啊，就是说他自己身份，我知道这些东西。巴巴基们他们呢，他们在那批斗那些其实前卫的那些勾掉为什么他们呢其实是在吃那个啊香蕉皮，他们没有看到里边，他们只是看到外边的东西。如果说你去拉拉昆达的话，你看到那么多的巴巴基在那边。卡迪布拉德他们也都没有做，他们也没有来呀朝圣，所以说他们就是抽烟啊等等，他们也有那非法的信息。所以他们呢就已经有11种情那个身份了，也就是情感，
见灵性超然的东西，那他们就说能够进入 Krishna 的逍遥时光里面。那你想，那他们怎么可能会是纯洁的那种情感呢？他们又怎么能够呢再把满载的情感给其他人？当时很多巴巴基他们都是这样做，那些人也确实是去到他们那巴巴基那边，也那巴巴基也就把这些东西给他们。他说你只要呢就是说，哎，哎，准备一个大仓，然后就给他的满载的情感。但实际上他们的那些人呢，他们不知道真情的那些新的奉献者，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就去找那些巴巴基，那些巴巴基给他们不同的曼陀，所以每个人呢都是受骗和骗，被骗也在再骗，又被骗又再骗，所以这样。所以他们这些呢色欲，还有他们的贪欲，他们感官没有受控制，所以这些东西呢，他们能够给你什么都好东西。所以乌巴迪三利岛啊，他们这本叫做甘露，就像那个雷电一样，那一些呢，他们呢没有真正学这些东西的话，他们就是像那个雷电一样打到他们头上。但对于那些真正的威士啊，他们在学习啊威士啊哲学的，那他们就觉得这个书是甘露。所以说马马达马拉吉刚才说我就会干。这首大大大的首诗我就会干。他真的是应该控制嘴巴了，不要说，要是在 不对的时间说不对的东西的话，这样办法。那他们他是他过来说，他说呢，其实不应该把你的那个欲望和那个火、那个怒火呢放弃。我现在应该把这边也用一波高旺的那个服务。如果说那跟至尊主有关系的话呢，你这样的话，比如说有人要是冒犯至尊主的话，你对着他发火，这里都是很好的。原来是什么？也是在服务。所以这是说有对八国王有好处的，所以呢，你要说出来。这个讲哈利高道的时候，你要讲对的东西，要让你讲出来也是应该的。哈利克什，哈利克什，哈利拉，哈利拉，哈拉，哈拉，哈利。से मां बहू था से कैसे महामंत्र को नियमित पूर्वक महामंत्र को जप करो नियमित प्रभु से भक्ति बिना ठाकुर कहते हैं ये निर्बंध मतलब होता है कम से कम 100,000 नाम ये भक्ति बिना ठाकुर कहते हैं इसलिए अगर ये बात जो बोलने का जो वेद है अगर इसको कृष्ण मंत्र में लगा दिया बोलना है ना महामंत्र के लिए बोल दो不知道是不是又没电了？怎么回事啊？没声音了。还是它没开机啊？关机了。जो माधव महाराज बोले पांच वेद को कैसे अनर्थ का काम करता है लेकिन प्रभुपाद कहते बोले अनर्थ नहीं यही पांच वेद को अगर भगवान भक्ति में लगा देते हैं भजन में लगा देते हैं प्रभु का नाम में लगा देते हैं इसको पांच वेद नहीं कहते हैं इसलिए